我叫杨年年，是南星中学普通的高三学生，但我又有些不普通。我可以记住我见过的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事，而且永远都不会忘记，还可以分辨出许许多多的声音和气味来自哪里。我和这个世界的沟通方式有些特殊，然而这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秘密。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这是不把纪律当回事儿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来的副队长荆楚。荆楚，你也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荆楚。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给大家解释解释吧。我的问题。哎，子成，啊，刚刚那个案子的卷宗还没给我呢。你坐这儿。刘大。说。又不见了，又不见了。清楚啊，照片上的女孩，找到她。你等我抓小偷了，知不知道什么东西不挡道？你怎么不说是你撞了我？